圣贤，万缕慈母亲，为学国耻身先屈，重整河国联军打进了北京城，连皇上都跑了，也没把我脑袋掰了去。哎，小顺，慢点。八国的鬼子都闹不成啊，嘿嘿，几个日本小鬼儿还能有什么奔头啊？咱们北平啊是宝地，再大的乱子也出不去仨月，可也不能粗心大意啊，起码得准备窝头咸菜吃。够吃仨月的，今年五月节。咸菜呢？干哥，日本人来了，爷爷想当堵门。哎呀，哟，瑞全回来了。爷爷，你就别弄这破缸了，日本人早晚得打进来，这能挡得住吗？我们去那边玩。就知道在家里头躲，咱们要再不打日本，北平都保不住了。瑞全，咱们姓齐的没得罪过东洋人吧？他们横不能欺负到咱们头上来吧？大嫂，你怎么这么糊涂啊？啊，你不糊涂，一丁点活都不干，说起风凉话来都在行。试试。我这招谁惹谁了？转转转转转转转，哎，好好，行了行了啊，脸抹黑了，你这头发呀还得往短里剪。我告诉你啊，最重要的那小鬼子有狼性，庚子年间我是领教了，可是有一样，他们贪财，你啊把家里那金六子找出来带上，他要解不开衣裳，急了就要杀人的，你啊就赶紧跪下求他，完了把金六子送给他，他就跟个猴一样，有花生吃就不闹了。你别弄那没用的事儿啊！干嘛？绑上。我不。绑上吧，大家都绑着呢。我说不。绑上，绑完了还得往脸上抹个灰渣呢。哎呦！哎，好，我跟你说呀，这衣服呀，捡厚的穿。
把裤子跟衣服呀缝到一块儿，三根带子都打上死结儿。我让那日本小鬼子啊，他扒也扒不下来，活活急死他。绑上，一点都不难受。讨厌！要绑你自己绑，打死我也不绑。有什么难看的？安全。我们今儿晚上有堂会，可能扎不了袋子了。谢谢您了，李四妈。哟，这谁家这么不怕死啊？都这会儿了还开堂会呀？谁知道呢？说是在中南海，大概啊又是哪个军爷得了个活宝。哎呦，这兵荒马乱的，你们能不去就不去。嗨，这活的死不了，死的活不了，管他呢。啊，那你们吗？我上别家去。哎。再喝口，不喝了，不喝了，死都认了。哎，你瞎说啥胡玩意儿啊！妈，您，妈，怎么样啊？妈，要不让何大夫下回给您减点量，上回给您把脉的时候说您那心跳的瓷实。妈，这药苦，来吃块糖。妈，这几天不太平，我们哥仨都跟家陪着您啊。我这一听说不太平啊，我这心一忽悠。一天的炮了，得死多少人呢？哎呦喂！妈，这死多少人都死不到咱们家来。您看，咱家不都好好的吗？啊！哎，行了，你们都去吃饭去吧。这人一多呀，去吧。我这心跳的就更厉害了。要吃饭去，走，吃饭去吧。不吃饭去了，你可得好好活着。老爷子的寿点还没过呢，这老三连房媳妇都没说上呢，你着急上那边干嘛呀？这话可不该说呀！啊！爸，哎呦，爸！哎呦，哎，别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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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呦，怎么你今天就觉得突然不好了？他打炮打他的，那炮又没朝着咱们小羊圈啊！我一听见打炮，我心里就害怕。这城门都关了，要是我万一过去了，棺材都抬不出去，不是把你们都给害了？哎呀，别提了，你净操心这没影儿的事儿。北平城是个福地，咱们这房子风水好，四世同堂。哎。你能找得出第二家来吗？啊！去！你他妈以为你金枝玉叶啊？啊！瞧你这副德行！我打死你！这小崔，小崔，你干什么呢？小崔呀！啊！我要是日本鬼子，我懒得瞧你一眼。日本鬼子找上你，都倒八辈子霉了。你也没喝酒，怎么又打上人了？喝酒？我这五脏庙造反呢！哎呦，小崔！小崔，你犯浑呢你！来，四大妈，您说我在外边傻跑一天混搅和啊，溜了一天我容易吗？我一大早没挣着，回来连个热水都喝不上，饭更甭提了。你看看他那副德行，我不打他，我不打他，我觉得委屈我。你敢打他？我看着你饿死！你这混小子，家里有吃的，他怎么能知道不做呢？一天没吃饭，走，上我那拿一瓢杂货面。捞两根咸菜，蒸一锅窝头，够你一天吃的。哎，四大妈，您看这，走啊！别哭了，你等着我回来。哎呀，谢谢您了，让您关心我。哼，大老爷们挣不来吃的，就知道打老婆，什么出息呀你？我晚上出去拉去，拉不着人，拉个鬼，只要他给钱就成。哎，找小文去，他今儿有堂会。真的？啊，来了来了，哎呦，来了，吃个饭。来，好。乱不过三天，都回来歇歇也好。这日本人呢，也真够讨厌的。要不就打进来，要不就别闹，搅得人都睡不好觉。就是，门口炸糖饼的老头都不出摊了。我要吃糖饼。得了得了，大人说话呢。二哥，来，你说这什么话？还让日本人进来？
这大炮没打到你头上是不是？打你头上了？啊，你别说话跟自己是北平市市长似的。我不是北平市长，可我是中国人，我是北平人。不管怎么着，我不能让日本人打进来，对不对？哟，他们要是想进来，我就给他们打回去，来多少杀多少。哼，行了，吃饭吧。这么多面条，堵不住你们的嘴啊。爷爷说三天能太平，那可感情好了。自打我小时候啊，就受着日本人的欺负，我简直弄不出个道理来。得嘞，盼着这次啊，别把事儿闹大了。庚子年，日本兵一进城，开始挨家挨户的搜东西，开始搜什么首饰啊、手表，这后来啊，连铜纽扣都抢走了。他们大概呀、啊、是把那个铜当成金了吧？这群不开眼的东西。大嫂，啊，哟，怎么了，老三？你把嘴闭上一会儿行不行？说的我心里闹得慌。小三儿啊，我们说话你不爱听，把耳朵堵上。我是不爱听，那日本人他们要的是北平、天津、华北、全中国，他们要让所有的中国人都做亡国奴。小三儿，要是没有我和你大嫂，你们连饭都吃不上，还谈什么国家大事？哼，日本要是打进来，谁都甭吃。哼，哎，你看去。哎，老三，你不吃了？哎，爷爷，您看他说不过您，溜了。咱们好好吃。啊，你吃你的，我去。瑞轩，哟，钱伯伯，哎，请进。好。钱伯伯，这是我爷爷的。啊，老人们都在家吧？在，您请。啊，您身体还好？好，有吃有喝，能不好吗？咱们啊是老朋友，老邻居了。钱伯伯，不说客气话，您家粮食有没有？没有，您说一声。爷爷。啊，这粮食可不同别的东西，一天一顿少不得。还好，在家里待久了，时局要演变成什么样子呢？心里没数，想请教请教。我看，不是战，就是降。哦，有那么严重吗？哎，小三儿，你别胡说八道，这儿哪有你说话的份儿啊？人家已经在卢沟桥放炮了，过不了十天半个月。也许在西单或者护国寺闹出更大的事儿。不成话，不成话。哦，你还盼着日本鬼子到咱家门口来闹事儿啊？护国寺离咱们多近呢、啊、爷爷。行了行了，这爷爷跟钱先生说话呢，你瞎插什么嘴，没规矩。瑞轩，你说呢？还是打吧，要不打永远让人欺负。爸爸，门口，门口叫钱爷爷好啊。钱爷爷好啊。好好好，门口怎么了？那个人来了，说要来看你。哪个人啊？三号院的人，大赤包家里的男人。冠先生。哦，我走，我走。别，钱先生，您坐。改日再谈，您坐。改日再谈。刘工，您常来。好了，刘工。哎，慢走啊，钱先生。钱先生。哎，瑞轩兄，瑞轩兄，哎呀，这两天时局不太好啊，有什么消息吗？没有。您怎么看，关先生？我，哎呦，这个嘛不太好说。总之是当局不会应付，都是些无能之辈。要是应付得好，事情绝不会发展到今天这个地步。那依关先生看，应当怎么应付？我。哎呀，我现在是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啊！啊，我现在差不多在专心研究佛法。哎，这佛法中的滋味可是奇妙无穷啊！啊，懂一点佛法，心里就像喝了美酒一样，老是那么晕晕乎乎的，好受，太好受了。真是家贼难防啊！看着好东西眼馋是不是？眼馋怎么这个。佛法无边，变化万千啊！啊，嘿嘿，咱们改日再谈，改日再谈。
不送不送，留步。哎，瑞贤兄啊，就是日本人真进了城，也没关系的，有什么事儿啊，可以找我，咱们都是老街坊了，应该互助啊啊！不送不送。快点呢，你还卖身呢？你有本事滚出去！有本事滚出去，甭跟老娘这儿蹭饭吃！小妖精，偷用我的胭脂花粉还不敢承认？没见过你这么不要脸的！你偷老太的胭脂花粉，你没皮没脸，你三只手，你贼！没偷，没偷，没偷！你脸上又红又白的，冒着光，你为什么冒光啊？啊？你说为什么？啊？年轻啊！我知道你偷了干什么去，你出去勾引野男人。哎，哎呦喂，太太，这话说的也太不客气了。同房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，也算是个规矩的嘛。他规矩，我就不规矩了。我那些胭脂花粉都是丁约翰从老英国府给我带来的，隔着门板都能闻着香味儿，这种香味儿中国没有。没味儿啊。你也就能闻出狐狸精的骚味来。姓尤的，你给我出来！今天老太太要不给你点颜色看看，我就不是一家之主。你出来，你给我出来啊！这么漂亮的姑娘，谁家的呀？我可不能委屈了这老英国府东西。走姐，咱俩去北海逛逛。我不去。哎，我劝你啊，赶紧出去把这些东西还给妈，不然她能一口气骂到天黑。我才不还呢，她那哪是抹粉呢，简直就是刷墙糟践东西。哎，你不去我可去了啊。哎，你说会不会有人送我花啊？瑞泉没送你花啊？他简直就是个木头疙瘩。不是他不好，是他家不好，个个都像老古董。不像咱们家这么爱丢人，是不是？出来，老娘就看不上你这种缩头乌龟。大什么？啊，你说谁是乌龟啊？你骂谁是乌龟？嗯，我告诉你，你爸是乌龟，你妈是乌龟，你爷是乌龟，你奶奶是乌龟，你们一家都是龟窝子。没那么多王八蛋能把你养这么胖啊！还我偷了你的胭脂，呸！你不照镜子看看自己，一说话脸上噼里啪啦的掉渣。我告诉你，你要是吃一碗清汤面，里面不用放猪油了，北海的水怎么脏？是你泼洗脸水泼脏的。站住！我还就告诉你，就是我清水着脸出去，照样跟过来一大堆男人，不像你，男人见了就赶，女人见了就厌，死狗都不愿理。我每天捏着鼻子跟你住一块，我不如住在粪坑里。我反正我的胭脂花粉没了。找什么呢？哼！不是我夸你啊，你这个身段简直是太利落了。昆脚里边你是独一份儿，什么七阵风九阵风李时来毛世云啊，您要下了海全白给。好好拿着，管教好你们家招弟。我告诉你大赤包，你以后嘴里再不三不四的，我找根棍把你嗓子堵上。你要找不着我帮你找。
没偷就没偷，干嘛那么凶啊？我告诉你，大赤包，我就是个唱玩意儿，我十七岁就被师傅糟蹋了，我没啥不敢说的。万小荷真是瞎了眼。哼，他才不瞎呢，他这会儿正跟小文太那儿蹭痒痒呢。嗯，走。好。哎呦，走，回去。太太，不要顽皮。哎呀，看不住你溜这儿来了。接着唱，接着唱，走，改日再来拜访。走。哎呦呦呦，这。快出啊！甩！看见招弟了吗？没有啊，招弟怎么了？哎呦喂，俩妈都没看住，这丫头跟她姐说到北海公园去玩，我到了北海公园去找，半个人影也没有啊，人家早关门了。你说这兵荒马乱的，不是让人着急吗？哟，那你赶紧找找去吧，这可不比太平的时候。哎呀，那人很不放心呢。我倒没什么，这修佛的人呢，就是有这么一点好处，不着急不着慌，佛爷自会安排好一切的。不行，我还得找找去。哎，瑞泉，你上哪儿去你？赵弟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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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说的是文爷若霞老板，他们俩今晚唱轴子，唱什么呀？探母啊，带回令的，文爷那琴拉的九成闻名，哎，轻易不亮嗓，一亮嗓比小叫天不差。就是，还有若霞老板，那可是一等一的名票，哪像你啊，有事没事在那干嚎。哎，那都是我街坊，我天天早上听他们六嗓，快把我们家墙头上的砖都喊进去一截。我是不爱听。赵弟儿，赵弟儿。瑞泉儿哥，赵弟儿，赵弟儿，你躲这儿干嘛呀？瑞泉儿哥，他们都不要我了，我在这儿拼命哭，谁都听不见。你躲这儿哭，别人能听见吗？这兵荒马乱，黑灯瞎火的。你就知道瞎跑，让别人替你担心。走吧，瑞泉哥，谢谢你，我知道你对我最好了，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你的。如果有一天我又丢了，你还会再找我吗？快走吧。翻过去，来，上来。瑞霞哥，来。
大哥，爷爷，这怎么了这是？啊？救邻们，都预备块白布吧！啊，预备块白布，听见没有？在白布上用那胭脂画个红球就行，都听见没有？在白布上用胭脂画个红球，别等着人家用刺刀逼着咱们画呀！老街救邻们，都预备块白布吧！啊！在那白布上用那胭脂画个红球就行了。哎，什么事儿这是？哟，回来了。你别弄那衣裳了，把底下的柜门打开。往外掏。给。这不是。这个。啊。不是，这也不是，这个，这也不是，这个。哎，四爷，您看这个，就他了。嘿。程程顺，唐顺，哎，殿上 ，water， 啊 ，water， 水。哦，您等着。哎，水来了。你不是要跟我学英文吗？啊，这 water 就是水。哦，在老英国府里边，要是说 water， 水马上就得到。哦，你这样弄了半天，还眨了半天眼睛，早一大耳刮子扇上去了。殿上，您也挂着高油旗吗？我要挂，也得挂米字旗呀。哦，谁让咱是老英国府的人呢？知人俸禄，当报君恩，是不是？我顶看不上这小日本了。你知道老英国府管日本人叫什么？不知道。尿盆儿。倒了些啊。哎哎哎。
您挂不挂这高跷旗啊？你们都不挂，我就挂呗。哼，爱谁挂谁挂，我孙七反正是不挂。我恨这日本人，我等着，他们要是敢到咱小羊圈来啊，我就让他们知道知道我孙七爷的厉害。嘿嘿嘿，得了吧，你有什么本事啊？到时候把你糊到房顶上去，你是不是还得来找我呀？嘿，说什么？哎，刘爷，哎，你这是不信我孙七的话哎？行，到时候我一准给你看看。你丫跟我来什么劲呀你？孙七，我错了还不行啊？你要是在这儿给我来一下子，你有什么本事我也看不见了。我告诉你，我可不是剃头棚子耍手艺的，咱是做包月是吧？刮脸、剃头、揉背、掏耳朵，你去打听打听去。我孙七在西城是有一号的，现如今这日本人来了，这生意他妈做不上了。哎呀，我也正愁得慌。你说这家家户户的生活都是问题了，谁爱找我胡顶棚啊？哎呀，忍着吧。往右点，往右点。对对对。太太，这国旗绝了。嗯。人家一来，以为这是日本宪兵司令部。老赵啊，就这样了。哎。太太。回吧。嗯。我说白院长，你看怎么样？他们该不会乱杀人吧？我简直啊不敢说什么。我说四大爷，我是被人家呀扣到大缸里头了，两眼一抹黑呀我。哎，我说，咱们那么多个当兵的都干什么去了？是整天这个捐那个税的，咱们养着他们呢，打不过人家呗。这年月打仗不能光凭胆子大人多呀，小鬼子枪炮厉害呀，又有飞机坦克，北平城啊铁定是丢了。白巡长，我可告诉你，我恨日本人。谁不恨他们？得嘞，咱们呀说点真格的吧。四爷，您待会儿啊到齐姐、钱姐去爷爷身，让他们把书烧一烧。日本人啊最恨念书的人，家里要是存着三民主义、洋文书武的，那可不得了啊。得嘞，走了。哎，宝，撂地儿去。崔，拉活去。长春，长春，准备好没？哟，七爷，忙着呢。哟，黑毛，今儿哪抽风去？抽风干嘛呀？我这不撂地儿去吗？跟您说，我刚把谢学士那段子弄熟了，这可都是万人迷的私房货。哎，姥姥，你在这儿挡什么横啊？回来，回来，回来。啊啊！今儿外头有人呢，全都是日本鬼儿。方柳，我劝你今儿也别去。干嘛呀？你又不会说日本相声，你上那儿起什么哄去？那咱看看形势，过两天再说吧。嗨，早说呀！完了，太太，那我今儿就在您这吃得了。吃完了，我给您说一段。哎，走走，咱进去。哎，慢走，您慢走。哎，我也觉着他可惜，可留着他惹祸不是吗？四爷，瑞全，您凭什么烧我书啊？您什么时候给日本人干上事儿了？哎，四爷，你就冲你小子这句话，我一头喷死在这儿。我这是怎么了？我这是啊，白巡长让我告诉大伙儿一声，日本人要检查，洋文书、三民主义，通通都不能留，知道不知道？我这是怕他们惹祸。你一点规矩都没有，叫你烧你就烧。我，你少说两句行不行？看把爷爷给气的，回屋去，快点！我看我的洋文书，我碍日本人什么事儿啊？你站住！谁让咱们中国军队不中用的啊？日本人端着刺刀进来了，你能怎么着？你不听，说小了祸害你们全家，说大了整个胡同都得遭殃。我说小三儿啊，你不为自个儿想，你也为别人想想。行了，快回去吧。啊，哎，老四啊，小三儿啊不懂规矩，
让您见笑了。烧书的事儿啊，就全包在我身上了。得嘞，老哥们儿，您就别跟这儿生气了，啊，大哥，哎，我李四，大小人家也得叫我声爷。你看今儿个这，我连三孙子都不如。四爷，我活该我，瑞谦骂我什么我都得受着。谁让我干的不是人事儿？四爷，四爷，你别往心里去。小三儿，你别来，爸哪行吧？我再给你买，你瞧瞧，你这人有毛病啊！省吃俭用买的画报，干嘛要烧啊？你没听人家李四爷说啊？不烧，日本人要你脑袋。竖起那狗耳朵听明白了，人家烧的是洋文和三民主义，我这是什么呀？蝴蝶，赵丹，还有十大名媛。哎，这哪个是蝴蝶啊？进来吧，四爷。我大儿子的书都在那儿，那些是我的，想烧就拿去烧吧，啊？啊。这，不是钱先生，这事儿您不跟大少爷说一声？费劳。都快死了，拿去烧了吧。那，钱先生，您不心疼？我读了一辈子书，读到活不下去了，命都保不住了，还要书干什么？开了学，咱们再买新的。这书是挺贵的，可也不能留在手里惹祸呀。大哥，甭替我担心。其实啊，我早就想清楚了，这日本人来了，我拿着的不应该是这些书，应该是刀，应该是枪。来一个杀一个，来两个杀两个，坐在这儿为这些书掉泪，没出息。你说的对，他们要焚书坑儒，读书也是死，不读书也是死。大哥，我要走，我要去参军，我要去杀日本人。你胡说什么呀？从小到大都没离开过这儿，北平城都没出去过几次。你这种想法太不切实际了，大哥，不切实际。现在挂太阳旗，做王公奴，在刺刀底下过日子，大哥，这就切实际吗？那你要去哪儿啊？不管我走到哪儿，人家都会说，看这是中国人。我有生我养我的母亲，可是中国也是我的母亲啊。现在敌人拿着刺刀来欺负他，我们怎么能苟全自己的性命，置母亲的性命而不顾呢？大哥，我爱我的国家。我宁可在国旗底下吃屎，也绝不在太阳旗底下吃肉。大哥，我们一起走，老二无聊就让他无聊去，我们去参军。啊，你说的对，你应该走，可我不能走。只有认命。家里老二是脂肪不伤，爷爷年纪大了，妈身体又不好，小帅和妞子还那么小，他们吃什么喝什么，我只能在这当亡国奴。你走吧，去晋中，我来尽孝。
爸，老二回来了。爸，回来了。妈，吃了吗？吃了，一会儿就走。哟，今儿还有卖东西的啊。哟，您烧书呢？这是大哥的书啊。大哥的病好些了吗？你身上的汽油味太难闻了。爸。哎，老二，你怎么了？我要走。